喂，兽医。喂。你那望远镜借我用用行吗？你要看什么？你该不要看女神吧？啥鸟？好了好了，在助力呢，我下次拿给你啊。早。小敏。小妹妹。起身的时间到喽。哎，小敏，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辣？妹妹，我每天都穿这一套。哎，是吗？是啊。走吧。第一次看清楚他，即使过了很多年，我都无法忘记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的美丽超乎了我的想象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？是温柔还是轻快？他有男朋友吗？如果我开口约他，他会答应吗？其实我对他一无所知，但我想，也许我爱上他了。我发誓，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认识他。小白，原本度日如年的医院生活，因为他完全改变了。我每天都在窗前等着，等待着再见到他。我终于明白恋爱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是无时无刻都想见到他的焦虑。他的父母似乎大有来头，不仅有司机接送，有时还有保镖。
这个穿围裙一脸怂恿的男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干什么？给我啊！刀给我没有啊？